超女何洁嫁人了，新郎是演员贺子铭。9月12号，两人正式在北京举办西式婚礼。在婚礼现场，何洁同贺子铭面对媒体采访，大玩亲密，非常幸福。同时，二人婚礼也吸引到了众多圈内明星到场祝福，柳岩、陈楚生、常宽以及同届超女黄雅莉、叶一茜，还有昔日超女 Reborn 也均现身。不过同届超女李宇春、张靓颖均未到场。在被问及两人缺席原因时，春春好像现在还没有她的音讯，不知道她在哪。哦，没有音讯。对，给她发了信息，但是没有回，也不知道是在忙什么。对，张靓颖，也是，两个人共同展望婚后生活时表示，希望能有一男一女两个宝宝。对于婚后的生子计划，何洁表示顺其自然吧。对，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，如果有了我们还要过。我觉得他父母比较着急。贺子铭表示结婚以后愿意做饭刷碗，认为何洁最打动自己的是真。腾讯娱乐北京报道。